开电视扛把子，售罄23万，按摩摸都挺美的。掌控高阶电视市场 ，LG 今天推出最新的 OLED 电视，其中这一款号称为目前扛把子顶级规格 OLED 65:16T， 65寸萤幕有 4K 的解析度，强调轻薄，官方数字为 3.37 公里，约莫就是四张信用卡的厚薄度，确实是薄得有点夸张。再来就是 HDR 技术了，实际来看一下对比，左边是没有 HDR， 右边有，可以看到有开启 HDR 的部分，在不同光源下都能清楚的表现，当然也趁机捅了竞品一刀啊！现场摆了一台，同样来。自韩国大厂最新搭载 HDR 技术的曲面电视， LG 在颜色的呈现的确更加素色，但是那个价格也更贵了一阶，要价22.9万元，硬生生比竞品多了8万元，相当考验荷包深度啊！现场也展示最新智慧电视的作业系统 WebOS 3.0， 可以局部放大正在播放的画面，或是镜像投影手机的内容，但旧款无法升级，只能买今年新推出的才有，有点小气说哦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